省事大概一分钟。绅士们，绅士们，大家好，我是上上直播。今天的话呢，大家非常非常在意的话题就是这个日本的监狱。对，犯罪了就被抓走，但是大家不太明白在日本的监狱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今天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房间是怎么样子，就是这样子。Come on!一般的话还是六个人的房间，但是实在是八个人左右住在一起的样子，有自己的被子什么的，还是和风的房间。但是呢，大家看到了没，左边有电视什么的，还好吧。然后听说一天的流程是这个样子，早上6:40早起床，然后9:00睡觉，大概9个小时能睡觉的样子。然后工作，他们要自己做工作，要赚钱的，就是劳动嘛。做什么呢？比如说小小做小小的东西，还有那个什么那个パッケージの中にこう物を入れたりとか、なんかこう手作業でこういろんなものを縛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ような細かい作業から、最近ではね、こう出所した後に仕事が見つかりやすいような職業訓練もしたりしています。例えばこれ、这是一个那个专门的工作嘛，在工厂里面可以工作的。还有这个的话，愛犬盲導犬訓練するっていうのも、この中で行われたりしているみたいです。还有最近看到了特别厉害的工作，就是这个，对，用电脑画漫画的背景啊什么的，比我画的厉害的样子，这个厉害啊，不愧是日本。还有大家很在意的是吃的东西，对不对？监狱的吃的东西是不是很糟糕？我们看一下这个，哦，米饭，还有汤，两种汤，还有右边的那个书嘛，题目的呢？左上的是我不太清楚，但是看起来很好吃啊。还有一个，哇，这个是臭豆腐蔬菜，哇，怎样办？他们吃的比我吃的好一点。哇，对了对了对了，还有那监狱也有个人房，是这个样子。天哪天哪天哪，这个是不是跟在日本很便宜的宾馆差不多一样嘛？有电视嘛，除了没有洗澡间之外，还是这个能虽然很窄，但是能接受的程度，有了 WiFi 的话可以的。这是在日本监狱不是特别那么糟糕的。これは人権の問題があります。人権を保障しつつ人の更生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からです。でもこれが逆に問題にもなっていて、刑務所の方がいい生活ができるからという理由で犯罪を犯す人もいるみたいです。反正大家一旦做了犯罪之后很难找到工作，没有好处的啊，大家所以不要做犯罪好不好？特别是性犯罪，为什么呢？还是在监狱里面作为变态被前面的样子。好，那最后跟我一起试试日本今天的日食，这个公然わいせつ罪で逮捕します。公然わいせつ罪で逮捕します。公然わいせつ罪で逮捕します。在公共场所暴露了不应该暴露的宝贝就会被抓走，还有自己有18岁以下年轻人的那种图片视频的话也会被抓走，小心点。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这种新闻？不过我跟你们讲，日本真正的监狱是什么呢？是这个孤独，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朋友，也没有聊天的对象，然后在自己房间里偷偷的去吃。我突然非常喜欢结婚了。好，那今天就到这里，金光直播的微博还有这个频道，那下次见，拜拜。谢谢收看珊珊直播的视频，如果你喜欢就订阅一下我的频道，还有希望在 SNS 上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